原油石化价格走稳，台塑化营收不断垫高，上半年的营运渴望淡季不淡。法人预估呢，受惠于近期成品油还有原油利差稳定，台塑化每桶油大约可以赚近19美元，再加上石化产品报价走扬，台塑化利基稳固，今年营收上看9800亿元。